猫的眼睛可以发出多种讯号，这些讯号可以用于沟通、表达情绪、显示警惕等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猫眼讯号。一、瞳孔大小。瞳孔的大小可以显示猫的情绪状态。当猫感到愉快或放松时，它们的瞳孔通常会放大，而当猫感到紧张或警惕时，它们的瞳孔通常会收缩成一条细线状。二、瞳孔颜色。有些猫的瞳孔在特定光线下会发出金属光泽，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黑色或暗色瞳孔的猫身上。这种金属光泽不仅可以使猫的眼睛看起来更漂亮，还可以反射环境中的光线，让猫更好地适应暗光环境。三、眨眼。猫眨眼通常是一种友好的姿态，可以表达它们的舒适和信任。当猫和人类相处时，它们会通过眨眼来表达友好，这也被称为猫咪眨眼。此外，猫也会通过眨眼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。四、眼神。猫的眼神也可以表达情绪，例如当猫感到愉悦时，它们的眼神通常会变得温柔而放松，而当猫感到紧张或警惕时，它们的眼神则会变得锐利而集中。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猫咪知识。还想看更多你想知道的猫咪知识，评论区告诉我。